还好吗？有睡好吗？睡好了。接下来这个箱子里面有着对你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。什么东西啊？是我为你们煲的汤耶、yeah! 对对，这是对嗓子好的。队长是暖男啊。这是有胖大海，有胖大海、所有都是润喉的。欢迎大家来到王嘉尔厨艺室，这是一个2019年最新的一个饮料，方法很简单，把水倒进去，然后加火，然后就包嘛，那个红，哎，这个叫什么红？搞给，枸杞。这个汤的名字就叫嘉尔开嗓汤。嘉嘉老体贴了，传递不要跟他讲好吧？来，哪位进来？大家弄，传递的是爱。好温暖啊！胖大海对嗓子好，因为我觉得在舞台上100%拿不到自己实力出来的一个表演是。身为表演者里面最大的一个后悔吧，超级感动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节目的环节，就是别的队长可能会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，然后结果我问了，好像就只有我们有。好，把精神拿出来，不够，吼叫一下。哇，那边好像军训哦。我们这边都特别温柔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，耶！耶，好兴奋。那我们从第一组开始。你们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你们喝那个汤？喝，一直在喝。你们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嘛。再喝一口好不好？跟风超人你都没有喝，喝了吗？哇哦，你好。嗨。你是什么名字？我叫秦凡奇，可以叫我番茄。第45名，秦凡奇，他他回忆录。OK， 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个站？这个。对，因为你啊。哇哦。我怎么了？因为你选的这个站啊。那为什么会选？因为你啊。啊，就是因为我吗？我哪里影响到你了吗？我可以唱歌吗？对不起。Oh, no. 来吧。就是。hold 住了，你知道吗？突然之间，我一直在走路，一直在走路，就是或者电梯一直在上去，突然间停了那种感觉。但是停了以后，觉得他说的又有道理，说这么多来干嘛？等会唱完再说，对吧？所以我就，说的也对，你明不明白？我的这首歌叫《吃烤鸡》。OK。没希望，品格好火，谁叫别人家的孩子念过哈佛，别紧张，还有爸妈爱你。大道理有人总结，有人不问问就任你嘴里瞎言，有人吐有人找吃、你的你的优秀弹着琴，点个烧烤鸡，雨天就过去，如果挪挪屁股也算努力，时代更着急，老板开不开心，吃个闷吃鸡，吃着吃着吃着每天光临穷买爱喝香槟，然后哭买、爱喝牛逼、老板抽中了时机，放下证据给个真情意、不敢
句，认识着自己。阅读的数据，看着梯子，激情模仿任性，日月发抖像机器。谁预留了你？要谁给真心？人与网络的关系到底生了什么病？我们来到这个时代，过着自己。我爱你，我和你都做点超级随意。所以亲亲爱爱失恋，不爱是写歌勇敢的主题。穷嘛，爱和相比，然后扩嘛，爱吹牛皮。不感兴趣，吃自己，认识着自己。别吃熟自己。好听，哇！你的台风好吓到我，一上来就压住我的感觉。我觉得一上来就很有自信。你为什么会做这首歌？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吗？对对对，因为想选这首歌啊。哇，你的回答都蛮那个的，都问不下去了。在那个情况里面，让到我马上崩溃。但非常抱歉啊，你晋级了。吓一跳！请你把你的手袋放在这儿吧。站在王嘉尔队长面前，挺紧张的，我挺怂的，反正。番茄姐还是妹？应该番茄姐吧。她的编曲可能是比较简单的编曲，但是最让我感兴趣跟吸我的眼球的是他这个主题，吃烤鸡。没想到他会这样编，然后，他的声音是一开始最打动我的。对，下一位，马斯卡哦，马斯卡在吗？有人知道马斯卡去哪吗？马斯卡应该去陈立老师那边，我猜。马斯卡他其实是个我觉得 level 非常高的音乐人，而且他已经有了一些成就，有金曲奖的奖杯。如果在中国想到雷鬼的话，那第一个肯定就是马斯卡，中国雷鬼第一人。你好，我叫马斯卡。哇哦，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呢，叫做 I Love You No 哈哈。OK。那为什么叫 No 哈哈呢？因为开玩笑的英文我不会拼，所以就哈哈哈来替代。OK。对，它的开头叫 Vava Young， 是我的主语，女孩子的意思。OK， if you're ready， let's go。马斯卡还是很厉害的，对，这声音超棒。One, two, three， Vava Young， I love you， no， 哈哈，我爱的 Vava Young， you。他开朗活泼，积极却又冲动，闪现眷顾着太郎太令的一起波动。他温柔浪漫，敢爱敢恨甜恋，他相信在这一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他说没在怕的。You know who is that girl? You know who is that girl? And I say, Vaya, I love you, no, ha ha. 我爱的 Vaya, no. And I say, Vaya, no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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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 I miss you, no, ha ha.
的娃娃样，哟哟哟哟哟哟。Love is never end.